宋先生，哎，是，你好，眼睛，听说你眼睛跟我们不太一样，哎，斗鸡眼，不是，还是要笑，那你说您的故事，好啊，话说在大概6年前呢，我是在一家电子公司服务，那个时候刚好是轮值大夜班，那电子公司我们都知道，大部分都是女孩子，那个时候那一家公司大概有7-8位女孩子，只有我一个男生。那家电子公司有一个寝室，上面放了大概3张的那个双人床。然后只要到休息的时间呢，他们7-8位女生呢就挤到那个寝室里面去睡。然后我一个大男生也不大好意思，那我就坐在办公室上面就吃便当这样子。那忽然间就突然有一天呢，奇怪嘞，7-8个人都不睡，全部都往外面跟我抢桌子。趴在上面睡，然后我就没有找不到地方可以去休息，然后就说哦，你们不睡啊，你们不睡的话，那我就进去睡啊啊，那我就随便就挑一张床就睡了。刚把电灯杆关熄，大概只剩下一个小烛光这样子啊，然后门没有关啊，然后刚一躺的时候，就发现我后面有人在笑。大概两个女的声音在笑，嘿嘿嘿嘿嘿，这样子笑。然后呢，我抬头一看，哎，有两个欧巴桑进来，但是因为我是躺着，他们是站着，哦，所以我只看到他的脸。然后后面接着来的是一位欧力桑，然后他们三个一来，二话不说，那个男的就抓着我的脖子不放，死命的掐。然后当然我会反抗，我会去打他，我要去踢他，但是你知道。我根本打不到他，他是空气，他是无形的。然后他死命的掐，只有我能感受到他那个痛苦。他死命的掐，快要没有气了。然后什么阿弥陀佛啦，哈，上帝啦，阿拉真主啦，都念过了都没有用，只好哇的一声把他叫出来以后呢，然后就跑出我的寝室，然后跟我们那些同事说，哎，哇，好可怕啊！我只说好可怕而已。那后面有人告诉我说：“哦，你也遇到哈。”然后因为这件事情越传越开，越传越开，一个一个的那个女生小姐，一个一个的离职，然后我们大一班就收掉了。收掉以后，我就到另外一家电子公司去服务。那一直到2年前我在现在这一家的电子公司服务，然后我也是下大一班，因为我们是那个弹性的轮调。然后那时候是下大一班，因为这家公司现在都是用菲律宾的外劳，所以说只有我跟另外一个男性的主管是台湾人。然后有一天就是我在圣南县跟一个菲律宾的小姐在聊天，我们聊天都是用英文的，在聊天。然后呢，整家公司都是外劳，都是菲劳，然后只有我跟另外一个是中国人。哎，忽然间听到有一个在门外，忽然间有人叫我的名字。宋建新，我想说大概听错了吧，不可能的，都是灰佬，不可能用，而且他那个声音是带一点台湾国语那个声音，宋建新，第一声我想说可能听错了吧，不可能，然后呢，刚想完，第二声又来了，宋建新，不会吧，大概我累了，然后我又转头过去，又跟那个菲律宾的小姐在聊天的时候，第三声又来了，而且更大声。宋天心啊，然后就真的吓了一跳，一次两次不可能，第三次的话不会听错吧？然后就死命的跑到生产线里面去，人多的地方，一直待到天亮才出来。你也没出去看到底是什么？也没有，不敢去看，我也不敢应，因为我听见人家说后面有不明的声音叫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能答应他。哦，哎，对，所以我就没有答应他，然后我就冲到里面去，一直待到天亮出来这样。是男生还是女生？女生的声音。哎，对。然后过没多久的时候，因为我跟那个男性主管有时候吃饭的时间就是说他趴在桌上睡一下这样子，那有一天我就刚好要进来休息，然后他已经那个男性主管已经在他的办公桌前面呢，不是趴着哦，是仰躺的这样子在小睡一下，然后我发现他的那个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是看到他的那个整个印堂都是发黑的，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整个都发黑的。然后再仔细一看他的后面，因为他的后面是一张大玻璃，
一片大玻璃，然后玻璃后面是一块布，所以说那个变成一个镜子，是，好，然后在它的后面有一个小姐，一个轮廓，只有一个轮廓而已，一个小姐的轮廓，然后呢，我看到这个轮廓以后，这个形象以后呢，往前再走一步的时候，那个影像就整个就刊入在玻璃里面，刊入进去，然后我再向前踏出一步的时候，它就消失了，整个就退进去了，然后我就把它摇醒，说：“哎，事情不大好，你赶快起床吧，啊、哦，你去拜拜啦，或是说做些什么事情这样子，跟他讲这个我看到的东西。”嗯，他告诉我说他妈妈有在修佛法，然后那很好，那麻烦你妈妈赶快去帮你解决这样子。然后事情到这里为止，我一直认为说有东西缠着他，但是很意外的不是，他是跟着我。嗯，对，因为他一直我们这个同事，我一直要求他说你要赶快去处理，他就说好好好好，但是我很忙，好好，我一定会处理。但是真的碰到事情的是我，不是他。然后再过了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啊。我已经调回日班了嘛，因为我们只下了一个月，然后我已经调日班。然后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要打电脑游戏，打到大概两点多这样才会睡觉。那有一天就是说，会发现说我旁边忽然坐着有人，嗯，旁边坐着好像啊、哦，就好像小姐坐在旁边一样。然后等到我们眼睛这样稍稍一瞄，哎，是个小姐，看得到，而且看得非常清楚，就像我们现在面对面这样子。而且他有一个轮廓，啊，头发大概到肩膀这边，啊，然后眼睛眉毛大概细细长长的，然后鼻骨这边也蛮浓的这样，啊，大概连续一个月每天出现。等到有一天我在睡觉的时候，他忽然坐在我的床前，就是因为我的床旁边是一个化妆台，然后他坐在那个化妆台前面，整理他的头发。但是这个景象，因为就好像一个人这样子，他轮廓非常的清楚，好像真人一样的，他就坐在那边，然后整理他的头发，然后我也不管他，反正你不换我不换你，大家保持距离就好了，好。但是直到有一天，就是事情越来越奇怪，越来越过分了，所以而且那一天就是说，大概我看到他在化妆以后，哎，大概两三天的时间，哎，我觉得好像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了。夏天我以为是蟑螂啊，可能是蟑螂或是什么，从我脚跟慢慢的从小腿然后到膝盖，哎，可能是蟑螂，我就用力去甩它，嗯，没有啊，没有拍到蟑螂。然后第二次也是从脚跟这样子，然后摸到小腿、膝盖、大腿，哎，不行了，再上来不行了，然后整个人起来跳一跳，哎，点个蚊香或是喷个杀虫剂，然后我就再睡。刚躺下去，发现那个感觉又来了，嗯，毛毛的那个感觉。因为如果是人碰我们肌肤的话，可能是只用那个指尖碰我们的肌肤这样子，那种感觉。然后这次更过分，他从膝盖、大腿，然后一直到我的屁股，啪一下把我的裤子拉下来。我觉得这样已经太过分了，因为我没真的。一般人你在晚上碰到这个情形，而且是四处无人的时候，家人都在睡觉的时候，你遇到这种情形，我实在忍不住了。然后我到白天要上班的话，整天的那个工作都没有精神，嗯，很疲惫，而且眼眶都是黑的。然后我的主管告诉我说，你是不是需要帮忙？然后我就告诉他我有这个困难。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在我们这一位主管他在下班的时候我在修佛法，他愿意带我去，就是帮我解决这个事情。当天晚上我回去以后，在睡觉的时候，我忽然间进入一个梦境，就是好像一个大概七八平大的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只有一扇门，我里面只有我跟我那位主管，嗯，然后好像在门外有听到叮叮亮亮、叮叮亮亮的声音，从远至近。然后把门推开，进来的是一位和尚的装扮，一个大光头，然后上面有戒疤，然后拿了一根法杖，然后穿着一身的袈裟，嗯，
然后就进来，而且你那个时候看到他的那个感觉好像非常的平静祥和，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的那个暴力或是什么邪恶都没有。然后他一进来以后呢，我们那个主管就马上就跪下双手合十，然后走到他的面前，从他的袈裟里面拿出一亮亮的东西呢，就交给我们那位主任。我们主任就双手摊开，就把那个东西接下来。接下来以后呢，然后他这位和尚就走了。那当然我不知道他是谁。走了以后呢，紧接着变成那个女孩子进来。然后我因为我已经碰到每天碰到他已经太多次了，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他进来的时候，我就努力把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把自己叫醒。等到我醒来以后，发现那个女孩子就在我的面前。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可怕，然后而且我真的没办法说得到一个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她要一直跟着我。然后我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到基隆的一家在郊外，然后有一个佛堂，那个佛堂说很奇怪，也是一个女的在主持这个佛堂，然后她有帮人家解决这种事情这样子。然后她，我一进去的时候，她告诉我说，你的事情有非常多，有很多的事情你要解决哪一项。然后我告诉她说，一个年轻女孩子，然后她就告诉我说，那就要问前世，然后问因果这样子，看前世问因果。然后他就是做了一些小法事以后，把他的灵魂调来，但是我不能确定说你调来的是谁。我问他说他长得什么样子，然后他告诉我说头发大概到这里，然后五官长得什么样子，讲得一清二楚，一点都没有出入。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进来的时候是半身。他问我说你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是不是半身？对啊，真的，我一回想，每次看到的时候，他都是半身的。然后我就问他说：“到底我跟他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子的缠我这样子？”他说：“那个小姐一听到这个问题就开始哭了。”我说：“为什么要哭？告诉我一个原因这样子。”他说：“他前辈子跟我是一对的恋人，然后已经论到婚嫁了。然后有一次，因为我们出去玩，可能是。”我在梦境中那间平房可能是我们的家，然后有一天我们出去玩，经过一条山路，然后那条山路可能就是在我梦境中看到的那条山路。然后在山路中，因为快接近黄昏的时候，有大概三个坏人，三个歹徒要出来抢劫，然后我已经被架开了，被一个人用刀子架在脖子上，把我架开了。那另外两个人，两个坏人呢，就把他拖到树里面去。对。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到这段为止呢，都是在我的梦境。他说，那个形容的景象都在梦境里面实现了。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被架开以后，他就在树里面，被他那个两个坏人杀死了。然后因为这两个坏人怕尸体怕被人家发现，所以把他分尸了，从中腰部这边截断。然后怕尸体被发现，然后把它丢到海里面去，那可能就是那个海滩。然后我告诉他说，那你应该找的，你这一辈子要找的人应该不是我，你要找那个坏人。坏人。对，不过他告诉我说，经过那个师姐的口中告诉我说，那这三个坏人已经得到报应了，所以他没有任何的牵挂，他唯一的就是说，我的跟他的一段缘还没有尽，而且他好不容易才找到我，所以他要继续把这一段姻缘传续下去。但是我告诉他说，因为我们阴阳本来就两个，没办法说朝日的相处在一起，而且我现在已经结婚了，你应该有找到你的好的归宿，或是投胎，或是成人这样子。但是他说，因为他是意外死的，而且没有家人，没有人帮他超度，而且他的孤魂都是在外面游荡，没办法找到一个家。然后就麻烦这位师姐哈，帮我做个法事超度这样子。所以你就没事了嘛？没事了，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好在，好在，好在。
有些人能够看到，哎，有些人是修行够了看得到，这种不懂啊。对啦，那可能是天生的。对。可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还是说，像上个星期我们也提到，希望能够就是有朋友如果有比较特殊的。有的人称之为是阴阳眼，对，或者说你能够看到，那你愿意来节目里的话，我们很欢迎你，快点跟我们联络。嗯哼，叶总，谢谢，谢谢。刚才这个情况上太。